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普尔曼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是你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Thank you.
杖。当年大圣从广目天王那里借来的神器居然还在这里，你想必是超度过那个人吧。哎，缘起缘落只因多看一眼。天色不早，赶紧上山吧。